这次的浓雾不同寻常，有尼古丁的成分。不要在这里抽烟呐！三天之内大雾不散，必有灾难。我小的时候也见过这种大雾，那一年刀疤星人进攻星星球，刀疤星他们一直对星星球虎视眈眈。刀疤星每隔76年会运转到星星球附近，为时3天，这3天便是他们进攻的黄金时期，算起来就是这几天了。放心，守护星星球有我。这个我倒不担心，我是担心太大雾了，找不到出去的路啊。这边。百事通老师，你的方向感可真好啊。我来救你们。不用谢，我马上去星星球防御基地。星星球人，刀疤星将成为你们新的主宰，你们的末日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两位兄弟，你们干嘛？废话，打劫！钱全给你们，钱全给你们！断刀流。将军，你们认识？他和我是同学，都是宇宙特工学校培训出来的超级特工。大大怪，听说你读了10年才毕业，也敢自称超级特工？错，读了10年那是我爸，我至今还没毕业呢。我现在是刀疤星球的特派先锋。我也是灰心星球的特派卧底。在这期间我曾获得多次大奖。买汽水时我也获得多次大奖啊。我们将在3天之内侵占星星球，挡路的一律清理。将军怎么办？他的刀法很厉害，跟他打肯定吃亏的。我们假装先帮助他，等他和超人两败俱伤，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利了。
我们决定与刀疤星合作，攻占星星球。再不消除浓雾，星星球可能就会有灾难。啊！再不消除浓雾，晚上开车也变得更危险了。哎呀，再不消除浓雾，我晒的被子也不会干了。再不消除浓雾，大家越来越怕我了。喂，你洗完头还没有给钱？这是能量级极高的浓雾，射线无法探测。看来百事通老师说的是真的，但是进入浓雾刺探的话，一定会被伏击的。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等他们来侵略吗？我有办法。来了。土星飞弹！嗨！嗨！土星超人！花星超人！开心铁拳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！断刀流！将军，你看，星星球人过来臣服你们新的主宰者吧。断刀流好厉害啊！想不到超人这么快就处于劣势。假如刀疤星人打败超人，那么我们从刀疤星人手中夺过星星球就更困难了。这下我们要改变一下策略。今晚潜入防御基地，破坏蓝光防御系统。趁着半夜，我们偷偷潜入防御基地，告诉星星球人刀疤星人的侵略计划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？每集都这样，都习惯了。小小怪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这么巧啊！不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到这里来的。星星球的蓝光防御系统太厉害了。刀疤星军队没有办法攻进来，我是专门来破坏的。我们也是。这里守卫森严，我们走下水道。有道理。可恶，背叛我！一定要开启蓝光防御系统，这样就可以阻止刀疤星人了。你干什么？开启蓝光防御系统啊！刚才一直开着呀。
五个超人解决了，星星球是我们的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开心超人？怎么可能？他们明明被我打败了的呀！你抓住的只是我们的分身，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真身作战。难怪你们这么弱！听令，浓雾攻击！等一下，无敌电风扇！闯一闯，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，In a